让我持续在医药界30年的原因，除了对这些领域的非常奇妙的科学和技术给我吸引，更是觉得能够造福病患，然后对公共卫生能够促进，让我有这个体认加以投入。觉得我爸爸是一个很伟大的爸爸，很特殊，所以说他对我不仅是事业上有影响，而且对做人处事影响更多。所以他对我的影响是觉得化学是一个非常有用的学问，研发上大概具体直接并不多，因为学的行并不同，对啊，虽然都是化学，分得也很细啊，但是原则上是没有任何的细节是不需要考虑的，所以他做事是非常严谨，非常执着。台大是我生命中很重要的一部分，对，我记忆深刻的当然是从校园开始，觉得校园有很庄严的一面，教授们呢都是有很多很前进的研究项目，那教授们也有很多很扎实的这个教学资料，而且我们在大四的时候还有这开放式的可以选择指导教授，所以说给我们很多成长的空间，所以是一个求学的好地方。是我毕业之后直接就留在王光灿教授的生化所的研究室里面，有得到1年的熏陶，所以在这个之中，对，我有很深刻的体认，就是从王教授身上看到成功是建立在敬业，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基本，你有才能你还要敬业。不把这份工作当作是一个工作，而是当作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贡献，以学以致用。那化学在这个领域中有很多科学技术医学融在一起，然后更有政策和商机都环环相扣，围绕着这些生物分子或者是化学分子，所以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。我是特别每次见到有后人，我就特别建议他们就接受商业制药的挑战，因为在这个中间有很多艰难，有很多乐趣，你就产生了有这个责任感，而且有成就感。所以每当你有帮助新药的发明供应到世界各个角落，你看到有可能对病患的生活有改善，而且对社会公共卫生的服务也有进步，你的收获是远比你付出要多得多。